这是张叶宝宝要的发货视频，然后他要的是48色的套餐，然后里边有2盒豆子。一个熨斗，他选的是粉色的。一块高温耐烫板，然后他要的是藕粉色。3块不同形状的小板子。一个粉色高级面巾。一个做立体用的胶水。一个戒指。一包灯泡扣10个，彩色钥匙圈5个，银色钥匙圈，有珠链1个，一包耳钩，有5对耳夹，一包那个雷电圈，5条那个彩色珠链，5条手机绳。3个豌豆子的小勺，5个蝴蝶结，2个流苏，5个梅花扣，还有2个铃铛，还有6个拼图盘，100补充包各1000粒，然后这还有那个大烫子，还有小烫子。六一活动送的这个成套的配饰，还有3包，还有胸针，还有送的一些怀旧的小零食，还有这个林小姐经常吃到这个跳跳糖，这个山的那个糖。